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们在爱情里面有经历过甜甜蜜蜜、生死相许、非常恨、海誓山盟、断肠寸肝，没有，太夸张了。如果你们有这场经历的话呢，有一场音乐会想介绍给你们。这场音乐会是红色情人节 Live 音乐会，哎，名字不错哦。歌手阵容有国飞、安妮、清洁、祝慧，还有齐铭。在当天的晚上，他们都会唱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，让大家回味一下。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，日期是在10月的14号，地点是在 Puchong 的 Wings Cafe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场音乐会。哎，忘了跟大家介绍自己，我是 Crystal 王雪晶。